老师进行数字测验，大家快点来测，未来一个月什么事情可以让我热血沸腾？好，来，热血沸腾的菜。好，我们的幸运数字有341、636、281、375跟584。全雷打了，来，全雷打，是是是。好，其实凭着第一直觉的第一印象呢，选定好数字呢，下好离手，有什么事情让你热血沸腾哦？抖音哥有要换吗？不换。好，我知道。刚气都沾到了。对对。好，抖音哥既然不换的话，我们来看看抖音哥未来一个月呢，会不会热血沸腾？好。好，选到三七五呢，跟我们抖音哥一样的话呢，未来一个月恭喜你90分。哦。哇，非常的沸腾。90分，你还叫我换？我是要换肝还是换肝？你换老师比较快。没有，表示赌林哥的热血沸腾呢，很积极，然后所以呢，越积极的表现，在未来一个月呢，你可以大展宏图，而且事业啊各方面呢都会。出现一道曙光，让你能往前勇往的前进哦。之前是有多黑暗？他说会出现一道曙光。其实也是，我是蛮想要看曙光的。对啊，确实前阵子呢可能会有一些可能灰暗期啊、选择期，选到这一个数字的朋友，但是呢选择呢在未来一个月你会发现这条道路呢为你打开了，而且你会更明确方向，知道怎么选择。是。好，来看一下，如果选到我们的五八四呢，五八四现场有展元哥所选的哦。好。果然呢，就是桃花很旺了，真实的结构，哇，对，果然跟我们的主播呢，这个恋情呢，真的可以说是幸福美满哦。所以选到这个数字的朋友呢，可能外一个月，你可能在找寻对象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说，哎，你会出现你的天蜜真女真命天子都会出现哦。已经出现了吗？都还会出现？就是没有结婚的朋友。那结婚的朋友呢？你会发现说，万一这个现在这一个对象呢，真的是你最幸福的伴侣。好，来看一下选到我们的281呢，有我们的静纯姐所选到的，还有一家。好。恭喜你们拓展人脉，喜遇伯乐。哎，一家需要这个，对，刚好在转换跑道哦。代表未来一个月呢，人缘很好，而且你要多广结善缘，可能多跟厂商啊接触，你会发现说，哎，可能你的书籍大卖，或者是说你会受到很多的厂商对你的肯定，受到邀约也会很多。恭喜你们喽！是。好，来选到我们的341呢，现场没有人选。那观众朋友如果选到的话呢，未来一个月60分而已。好，但是呢，这60分呢，告诉你就是要做好准备。这个卦象呢，告诉你就是说，如果呢你正在犹豫的时候，你不要太犹豫，因为可能呢你的准备不足。可是如果你已经做好准备了，然后呢你有一些方向的话，哎，你可以马上去投资，而且会让你成功获利。恭喜你们喽！好，636呢，由我们的美英老师、阿曼达老师所选到的，哇，100分，恭喜恭喜哦！正财非常的好哦，而且呢稳步上扬，表示说呢你的努力，然后你的专业呢备受肯定，所以呢未来一个月你会发现财源广进啊，恭喜你们。